景象就是捕捉静止的一霎，无论有几快，一按掣就会静止，同死亡无分别。我拍了张照片，我拍了条线。乱影的，我影的时候好惊啊，突然间又好像很兴奋。你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这阵子为什么不是拍这些这么特别的照片？我不想伤害他的，我朋友又控制不了。我差啲俾你影嘅嘢吓死，边个会搞埋呢啲嘢啊？个人一定知道你中意睇。